都说手是女人的第二张脸，很多女性都很注重自己的手部保养，但是作为妻子作为妈妈，平时家务是跑不了的，所以也有不少女明星手部即使保养也能看出平时的辛苦，比如说张柏芝。张柏芝离婚后生活过得很苦，一人照顾两个儿子，而且是亲身照顾，还要拍戏上节目赚钱养家。张柏芝现在很瘦，手部体现得很明显。张柏芝年轻时候的手也是很美的，纤细白皙，但是现在手部的关节变粗了，而且看起来很瘦很粗糙，如果不是美甲还以为是男人的手呢，失去了很多的美感。王菲就是另一番情景了，王菲很注重保养手啊，从她上节目常常戴着手套就可以看出。现在已经49岁的王菲不需要忙碌于家庭和孩子，一时她还没有和谢霆锋结婚，谢霆锋常常做饭给她吃。另一方面是王菲大女儿窦靖童已经成年，小女儿李嫣跟着父亲李亚鹏，所以她平时就玩玩旅旅游度日，日子过得很享受，手不用操劳，当然保持得很美了，白皙纤瘦。王菲的手完全可以去当